真相，我等咗你好耐，我等紧同你老婆解讲，识佢个解非头讲，只要佢系讲唔到。 因为察觉档案室里面嘅 case 好多都未破案，就 close 咗，因为凶手唔系人，或者根本冇凶手。嘉玲，你中咗降头啊！点解无啦啦会中咗降头啊？3年前，你系咪去泰国查过毒贩？你有冇同人结过怨，或者得罪过人？尤其是感情方面，我应承你。 我一定会翻嚟睇你。我谂你啊！我预咗揽住一齐死啊！呢个我中嘅针钢只系前奏。 有啲更惡毒嘅，我睇你諗都未諗過。